来了，我吃完饭了，我吃了窑鸡，我给自己点了一个鸡吃，吃饱了已经，睡得饱饱的。哟吼！Hello, everybody. 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大家吃饭了吗？大家吃了吗？大家吃了吗？明天要中考了，中考加油！中考加油，一切顺利。吃水果菠萝蜜，我发现我人都到上海了，发现我买的黑椒还没有到。我有戳爷的，哎，对啊，我来给大家放首歌好了。啊，我有收到大家送我的生日礼物，谢谢大家。等我一下哈。
我在想一个事情。我太久没回房间了，这东西都放哪了？啊，找到了。出娘了，你若在天有灵，好好看看，你这样一个混账的儿子，是怎样欺负你的老姐妹的？可怜顾家五代，世家名门，风骨铮铮。不是我，对啊，我太久没回来了，我东西我都问青云，我说我面霜在哪，青云我都是这样问，我面霜在哪，我的东西在哪个位置，就不太清楚，收拾一下，把这个位置空出。我就是只穿，我穿的是睡衣，就是没打算直播露这个下半身，这样你们都知道我的下半身穿的是什么东西。不是，是这样子的，这个东西是我之前拍东西一直没有摘，我这个搭配是我的，这个搭配是我在家里日常的，就是说比较舒适，好吗？这个叫居家服，跟我一起学居家服，嗯，居家服，说，听到了吗？居家服，对，很随意呀。什么亲哥的？我的，那亲哥。不过无所谓。来，我给大家炫耀一下，这是小农送我的生日礼物。小农送我的生日礼物，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熏香，看到了吗？熏香，小农送给我的。你待不住，那再给你开一遍。这耳朵有点……这个，但是你那一瓶，你但是你那个，你有个一模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这是别人送我的，你那个是你自己买的，这个就不太一样，你说是不是？就是我一直戴的那个，我花重金买的。你知道重金是什么意思吗？没好几百，它和那个，它和我的那个尾巴加一起一样200块，150，很贵了已经。喜羊这种耳朵，但是是手做，听说，那我就觉得，哎，其实还好。我都没看着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今天刘西淑贤送了我好几根口红，他说不适合，他说不适合他，然后他就贡献了一堆口红。然后呢，因为我是先过去挑的，所以我就比韩家乐和张小莹挑到的都好看。我跳的都是什么 TF 啊 ，Make Up Forever 啊 ，MAC 啊，你知道吗？就这种类型的。中国宝宝实证主体蛋白，美赞臣兰真邀你收看高光时刻。我今天去拍了照片，然后让张颖给我拍，然后感觉很失望。刘若贤拍也很失望。然后刘若贤说，可以 P， 然后他就帮我 P 照片。
不是没有拍出我的美，就是说，就是要比要拍的，就是要拍出我心中的要求高一点，知道吗？要比我心中的要求更高一点。乐乐没给我拍吗？乐乐拍照，谢谢，是真的朋友送的蹦迪。乐乐拍照，乐乐拍照，嗯，嗯。反正我觉得是都不如我拍的啦。谢谢 NSKK 接送歌颂六月版送的荧光海。什么？对了，我接着弄啊，你们等我一下哈。八倍扣了，家人们，八倍扣了，八倍扣了。我在拆那个黑胶唱片机，然后我因为我没有组装过，所以我算是第一次组装了。那我们来今天一起欣赏一下我的胶片。什么意思？可以吗？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真的就是拼不了，是不是？嗯，好重，特别大的一个，很漂亮。稳住，稳住，稳住，太重了。我给它放在我的桌子上，刚好可以放。我有一个专门放这个的桌子，但是现在上面都是清玉文的衣服。我暂时先把它放在我们家里最显眼的位置好了。我要拿一个，稍等我一下哈，家人们，我也不知道这家人们跟谁学的，我要是再这么说肯定要被妈妈骂。但是我妈不骂我，就会哎，还好。哇，好漂亮！是个这种，我之前有一个，然后它被我弄坏了。
青哥没有，青哥说晚点来找我。青哥现在不在。轻轻柔柔的。柔柔的，轻轻的，轻轻的，我可以的。等一下我哈，好漂亮呀，请跟大家炫耀一下吧。等一下啊，马上就好，最后一步了。我在发出什么声音啊，真的是好变态的声音。给你们浅看一下吧。给你们浅看一下吧。怎么翻转？哎，怎么反了？锵锵，锵锵锵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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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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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一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我们今天就来浅听一下，我们来浅听一下吧，怎么样？我们来看看我没有插电，看看。我们来放哪张呢？我们来放这张怎么样？我们放这张，我放这张好了。怎么样？就放这张哈，放这张。这锁了，好重，但是很漂亮，很中古风。我都去把房间装成中古风了。它有一个说明书。然后还有一个充电器，还有一个这是什么？我来看看说明书。
唱针，这是唱针。有人知道这个吗？那我就把这个灯关了，我们只要氛围灯。爪就忘了呢，啊！什么？去哪里了？我刚刚拿的那个圆呢？刚给你们看了，一会儿他就该出现了吧？我刚刚就是说坐在这里，然后呢，我打算叉叉腰，然后哦，我想叉叉腰，然后我说这有一个充电器，然后我说我想看浅看一下，我们浅看一下。这个东西，对吧？我刚刚想要充电，然后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个大傻子，他就在这里。他就在这里。我被自己蠢到。大家无事发生哈，无事发生，无事发生，无事发生。我们今天就先来听一下吧，我们今天来一个情调一下，一下情调。我说我刚刚脑子是怎么了？我刚肯定是被夺舍了，跟你讲，我刚刚是被夺舍了。那个刚刚那个不是我，我刚刚是被夺舍了。刚刚是被夺舍了的。怎么还有负心汉？呀，充上电。我研究一下哈，你们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哈。幸亏看了。三九小儿感冒药，儿童专用感冒药。三九小儿感冒药。马上，兄弟们，家人们，胜利在望。从不简单，喝矿泉选爱夸，爱夸矿泉邀您继续观看梦华录。嗯，好。用手慢慢的顺时针方向旋转唱盘10次。1、2、3、4、5、6、7、8、9、10。这是一个仪式。就入会仪式好吗？接下来我看看，把防滑垫放在上面。哎，好悦耳的声音。然后调整针压，哦，是调整针压的，嗯。施加向下的力量可能会导致唱针从唱头上脱落，如果唱针已经脱落或即将脱落，请参考替换唱针，重新安装唱针，放下唱臂升降杆，将唱臂放置在托盘与转盘之间的间隙中，小心转动配重，直到平衡力达到平衡为止，要配重平衡。我要一直放在上面吗？它现在已经是平衡的了。我念汉，我拉笔发电。没电了，哦，我说呢，我怎么矮一截，我没坐上去，先把我的灯打开，要不然太暗了。来看一下，小心转动配重，直到平衡力达到平衡为止啊。我在忙，我要跟我粉丝欣赏好听的歌曲。已经是我和欧阳考了3年，绝不是那种复习博学的，就
算他迫不得已要录取他，以他的性子，至少也该给我有一封书信说信缘由，而不是让他人带个高兴。万一真的有人使坏，要破坏他仕途，给他人上一个薄情的名义，又或许那高家的确看上了欧阳，趁他一再拒绝，他们就背着欧阳，威逼利诱刘叔。先从我手中骗走童心佩，再骗欧阳说我已经变了心。我之所以说还有500两黄金，为的就是稳住刘叔和他身边的人。可他现在生意也不做了，刘叔以为我伤心欲绝，一言不出，多半一时也不会。哦，对了，三娘，你还得帮我演个戏，每天装着去看我的样子。没问题，可以的，我可以。水平啊，水平要水平，反正就是说现在是水平。再看一眼，装反了。晚上好。嗯，为什么呀？水平好，水平了已经。再看一下，好了，我好像好了。然后呢？别急，不能急，跟你讲。调，调到3.25。然后马上了，给你们讲，不可以了。为什么我这个针什么，我这个珠珠珠珠一点也不脏。
劲。我把这个针可以了，好像。我已经安装完全部的东西了。但是在哪开机啊？看到了，开始了。应该我们来放一个，今天先来放一个谁的呢？我看看啊，放一个戳爷吧。你试试能不能行哈？我好像有点乱。我们来一起看他。应该是可以了。我们来放这一张，先把这个的声音关掉，然后再把这个灯关掉。然后我们再元气直播呢，也没有，因为我这个我们浅听一下吧，等一下。而且手不能碰到唱片的那个刻度上。我先把东西收拾一下，一边收一边。可以，我们这边就是接受点歌，售后服务。来浅听一下吧。
A B 面哦。不动。哎，它为什么不动啊？不是，不应该我用手放，它就……哦，对不起，我要调一下刻度，我刻度没调好。但是已经有声。我没有调好刻度，再来一次。干点，一壶生二壶熟，啊，一壶生二壶熟。太重了，哦，我说的没有配到3.5。然后这样子放下来，好了，应该好了，这样子，它已经转动了，然后我就把它放下来。好，暂停，开始，这可以调节。不能动这个桌子。我喜欢这首歌 My My My， 我不能动这个桌子你知道吗，因为我这个桌子它不是很稳的，感受一下它的音质。谢谢真的困送林花海。谢谢 LIMIPHE 送的蹦迪。关上。想试一下，
小倩，这个桌子一点都不能碰，为了这个唱片机，我要给我的房间重新的装修一下。好吧，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直播了。高级的话就这样。这是什么意思？来吧，我们来聊天吧。弄这个弄了一个小时得有，但是很开心，很漂亮。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可以听。哎，你们知道吗？我在拼多多上，就是随便随意买的。我这是随意买了两张。然后这两张我不知道是什么歌，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怎么样？这两张，我们一会儿可以听一下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好不好？我们今天把它听完。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一张啦。我那不是日历，那里没有陈建南的专辑。喷点香水。我们来聊聊吧，你们最近在干什么呢？你们最近在干什么？在家有没有好好生活？刚收拾完家里，行李收拾好了，工作刚考完试，考驾照。我刚才听着有人好像在学习，一边听电台，我觉得你还是专心的，请专心的学习，因为毕竟你不可能一心一意，可以还是专心一点做，在赶作业准备期末，因为马上就要考试了嘛，还是希望应该是祝所有的即将中考的大家，那加油加油，姐姐们姐姐在这里祝你们加油，毕竟我现在已经距离中考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感觉现在年纪真的都好小。然后在浪姐，在看浪姐吃水果。嗯，在看你摸鱼，不是看我摸鱼，还是看你，你在看我，然后你摸鱼。嗯。
Take a trip into my garden. I've got so much to show ya.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ters are begging just to know ya. And it's true, babe. I've been saying it. 再干活的话，还是好好干活吧。这也是真的快速送的蹦迪。为什么就是我现在在听歌，不太方便跟他连？我这边吵得要死。我可以下次邀请他来我们房间一起直播。我看过他这首歌 live。啊，不是现场，就是他打歌。我喜欢麦，麦麦麦。我今天你看，我现在开始点痣。我这个角度从这儿放发际线肯定很高，不许再说我了，再说我就生气。来直播哦，不用道歉，这是事实，就是你不许说我张颖。谢谢迷失岛跑路板送的荧光海，当然了，我已经回中心了，昨天就回来，你都不关注我。不能动弹，居然没有人知道我们昨天的孤勇者啊，孤勇者，这叫氛围光。昨天飘的我嗓子都疼了，今天都没有办法说话了，因为飘的我嗓子痛。对啊，我们孤勇者是孤勇者。对，我们是铁三强，居然还没有人知道，我不知道我们铁三强是不是，我们铁三强这么火。我在想证件怎么拍。我本来是要在家里拍完的，然后让我赶快回去，定的时间就是，然后后来还是大家都说，那你还是回来拍吧。我说行，因为我在的城市的摄影师正好也不在。我们裤衩子就很棒，我们裤衩子就是非常厉害的一群人。有没有人想加入我们新裤子教吗？有吗？有人想加入我们新裤子教吗？
小杜老师催不动，我跟你讲，我跟你说，跟小杜老师应该以后会很好合作了，因为就是说人他特别忙，一个是工作特别忙，一个是他谈恋爱了，知道吧？他就可能就是现充的人，我们就是说不要打扰他们可以休息的时间。对，小杜老师现充了，就是我为他感到开心，但是就是说。对吧，就现充了肯定就很多时间，就是没有时间就是忙这些嘛。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他说啊、哦、我最近在外面玩得很开心，可能没有时间。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但是没关系的，以后总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还会就是对，还会有很多朋友的。咱就等小杜老师什么时候有时间，但是现在要小杜老师拍的话特别麻烦，我就得要去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是他来到这个城市拍，然后就其实挺不方便的。那张莹进来看了一眼我，表情是、你在干什么，然后就给走了。没有，他没化妆，我化妆了。他要化妆他肯定坐过来，他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可以一起听歌的机会。我会每一个朋友来我房间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个唱片机打开，就是跟他们炫耀一下我的情绪。我的情绪就是一起听歌。然后这时候我就向他们推出我的陈建南的。陈建南的专属。好，这张 A 面应该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听一下 B 面。好，然后暂停，我们跟他好好的，不要留任何指纹的，给他换到另外一边。这个高级一点，我之前的没有这么高级。开始。直接开始了。来，我是隔壁桌的，请你喝一杯，喝一杯，交个朋友吧，可以，我买单，来一杯。你叫什么名字呀？你叫什么名字呀？问你问题呢，叫奈推，这是有意思的名字吗？因为我的小名叫做奈奈，这可能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吧。我们之间的缘分，所以今天我们注定要一起喝一杯了。来，很巧，喝一杯就够了，因为我一杯就会不省人事。我已经给我妈打电话了，一会儿我妈妈就来接我。怎么用鼻子喝？我们厉害的人都用鼻子炫。
我妈妈就是还挺严格的，不允许我随便有人能够去我的家。但是你跟我成为很好的朋友的话，我可能会同意你来我家玩。那我帮你叫车，可以啊。那你不要把钱转给我。谁的投影投到了我的房间？谁看《梦华录》看到第23集？我要在那个群里骂人了，是谁？谁的投屏投到了我的房间？我可以送你，但是你得把打车钱给我，可以吧？我们还是要说清楚的，毕竟我们现在还什么都不是，我们还都在上学，对吧？都在用家里的钱。谈情伤感情好，那我就跟你谈了，我跟下一桌喝。嗨，你们好啊，可以喝一杯吗？我刚刚在远处就看到你了，感觉你很漂亮。这不是电视剧里的情节吗？都是，我们演一下行不行？演一下，给个面子。他这个眼睛。什么？你会龙戏水？我饮酒点孤灯，我饮烈酒点孤灯。我们从现在开始演一下行不行？点孤灯，点孤灯，我饮烈酒点孤灯。看直播不说话的扣一，看直播不说话的扣一，等我一下。刚刚我们那个对那个群里说明天要排练。你说明天要排什么呢？Hey, I just thank you. This is crazy.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当然了，欧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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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陈征程送的高级马卡。跟你说，我太久没直播了，我已经不知道直播干什么了。谁能告诉我直播该干什么呀？就除了昨天的孤勇者，好不好？除了孤勇者故事接龙，啊，这种事情我们都暂时不要大麦，好吗？连麦，真，我感觉连麦我就要把这个关掉。你那边咋回事啊？怎么红乎乎的？你竟然连我，你没有那个，你没黑屏。你们刚才是不是看《梦华录》了？不是我，不知道谁的《梦华录》连到了我的房间？是什么？谁的《梦华录》连到了我的房？不记得我。你怎么？是你们房间放的？你在哪儿啊？你？我在酒吧，喝一杯。哇！
拿哥哥给我看看。龙溪水不是香水？不是啊，真的。真的吗？那你给我打开闻闻。哎，我的地点就在哪儿哪儿哪儿，来嘛。那你来接我吧，我自己过不去。啊、我已经在这边醉了，我一个人走不动了。我接你，你就过来吗？什么？我接你，你就来吗？那你先来接我吧，我有点醉了。你喝多少了？你就醉，你还转场？你现在在哪个场呢？我在那个就那个什么就那什么什么什么，就那个。啊，行，我知道，我知道了。你晚点去咋了？晚点去找你吧，我也有点醉了。不行，你现在就得来。现在就过去。对，现在就过来。哎，我现在放这个。你得亲自来，但是你亲自来的话，哎，万一酒驾可不行啊，酒驾可不行。我不开车，我骑那个。你骑自行车，骑自行车也不行。我代驾，我找代驾。你要找代驾。嗯，找代驾，然后我请你喝一杯好吗？啊，是吗？啊，才请我一杯呀、啊，也太抠门了。吃不吃大馒头？给你个大馒头吃，你来不来？大馒，我要吃鱼。吃鱼？对。啊，有人来，等一下，请进。哎呀，不是，来酒吧了。哎，我在直，不是，我在酒吧，不是，我在直播。哦，好情调。嗯，快喝一杯吧！旁边是谁呀？旁边拿着我的生活，快喝一杯！你在干嘛？你在跟连麦？谢谢，刚是谁？你能不能帮我接个人过来？你帮我把胡小慧接过来，帮我把胡小慧接过来。拿我，都已经醉了，你还让我把胡小慧接过来？你也醉了，去，你帮我，一会儿我去接你。你给谁打电话呢？我这不是跟你打电话的吗？哦哦哦。嗯，啊，这是大馒头。嗯，有点醉了，我一会儿去接你吧。行吧，行吧，那你记得来、啊。穿漂亮点儿。行行行，一定比你漂亮百倍。嗯，可以了，一会儿见哈。好，拜拜。真的吗？你看一眼。那我那啊，拿走！哎，我也是这个牌子。对啊，因为上次我这个发卡睡觉。发卡真睡，他真睡沙发了。他睡了，嗯，他说喜欢睡沙发。没有，他之前在他自己房间睡的。嗯。后来他可能觉得就是不想自己一个人待着。没有，我都跟他睡。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哇，我刚刚在那边看到一个美女，很漂亮，一会儿请她喝一杯。我饮酒，一人饮酒醉啊。不是，是我饮酒。你下一句，你要说下一句。我饮酒，下一句什么？点孤灯，点孤灯。我饮烈酒，我饮烈酒，点孤灯。哈哈哈。邱宇文，给我来一杯小鸟伏特加。啊，一会儿把我的兄弟姐妹都叫来。好笑，什么默契？什么氛围灯？就是这个灯。下一个音，下一个我们那个。还有碧梨的呢。
不过胡小慧离我太远了，至少有两条街呢。让他来我房间直播吧。我现在去接你。你还没来你。我马上就来，你等我一下啊，你在那个。过去了，你还没来。在门口等我啊。门口我走不、啊、是在门口啊。我现在已经动不了了，我现在已经我觉得好晕，我受不了了。我没事，我去接你就行了。我肯定去接你。一会儿见。牛排，坐这里。哎呦我天哪，厉害的很！哎，可以开这个灯，你要开吗？你要试一下吗？我好红啊！啊，不行啊！不是有这个灯，有这个灯，给你开。哎呦呦呦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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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现在对。来酒吧，我们这里是酒吧。昏倒了，昏倒了！快喝一杯，快点喝一杯。等会儿这个是转场了，转场了。这个是小慧给我的。你也来酒吧啦？我又来了。哇，好香呀！清文的烈酒，真不错，清一文很厉害嘛。我是香水大师。咚咚咚咚咚。你这个劲儿也太猛了！哎呀，真的好难受呀！你这个，你哪弄来的这个奶酪棒？是不是一根不够，还想再来一根？我要说他，跟你说，嗯，他在这个市面上已经没有了。哎呦，我跟你们说，就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忍住不吃第二根。这样怎么样？这样啊？刚那样也挺好的，刚那样就挺好的。我还带了牛排呢，看，牛排我都整来，这不就是？给你吃吧，给你吃牛排。
菲力素牛还是网电不足了你素牛排怎么现在还不让外带了我就带个牛排他只带个牛排怎么了嘛我刚刚我叫司机去叫接你了、嗯、怎么样那刚刚那是司机啊我以为是你的好像呀那个是我的司机、哎、那不是你吗那是我的司机那我把那个奶酪饭给你、啊、真的是牛排真的牛排真的牛排辣条居然是辣条但是辣条不然是你以为是什么真牛排居然是辣条没有因为昨天凌晨不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吴小慧突然呢、嗯、从她的冰箱里解冻了一块不知道是哪来的什么肉饼冻十条鸡块啊肉饼然后我说你昨天刚吃完火锅之后我就看见她吃了一个肉饼我说哎、啊、你挑一张唱片、嗯、你看想听哪个在哪儿呢在屁股底下刚才 啊你给坐瘪了吗不可能在右边哦挑一张听这个好厉害的样子这个胡小慧记得带走好的胡小慧嗯给我拿了一个这个块、嗯、黑椒了这不是啊得拿那个大的那这根本没有啊怎么没有就是没有怎么没有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睁开眼睛看看那你说在我的右边这是明明是在我的屁股右边、哎、呦这是不是你的右边这藏在那么里面我怎么看得到我们这种人在去酒吧都穿短裤的好吗选一张哎我刚刚不是拿走了吗没有我拿的是这上衣上哎呦怎么是你自己啊对啊你什么意思哎呦是什么意思我没错就是我这是陈彦南的专辑哎呦不要这个这是碧梨那是碧梨你天天跳碧梨要这个哪个哎这是我拼嘟嘟买的我们可以听一下没准是宝藏等会啊给你看高级的没有嫌弃我就是惊讶我心想说天哪陈彦南都有了竟然变成了大明星什么意思对竟然变成了大明星我可收到过陈彦南专辑那粉丝自己做的怎么下不去啊哎呦真的很神奇就是如果在一张书上看到了自己觉得很神奇但想了想好像也有这么回事儿你像书上看到你可以买那个旅行日记可以看到很多你还能看到胡小慧的手绘哎怎么放不进去啊是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哦放反了怎么说呢哎马上啊马上我们就是我们酒吧给你、就是、哎呦我的手机还放在音乐呢抢我们戏是吧听哪张听哪张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啊，就刚刚拼嘟嘟，然后胡小慧那个小包小虎哥选的这张。今天要早点下播，要10点，然后和扣拉出去做核酸，你去不？你们晚上做核酸？对呀、啊，有24小时，也有晚上的、我今天早上做了哈。啊，行吧。啊，我们来听下这张，哎，这张感觉怎么样？我俩就在旁边呢，做核酸就回来了。哎呦。接住你把我粉丝摔了啊什么是我给你接住了你给摔了 我用我大手一下子给你接住了 你的大手你还为什么要形容自己因为不够大根本接不住我的大手因为不够大根本接不住你这个突如其来的这种刺激好吧好来了啊我这是我总不能说用我的小手吗也不是不行听一下这什么歌拼嘟嘟20块钱一张买的听一下嗯还不错蛮好的不行你有点健康了健康有点健康了我们不是、哎、阳光了有点阳康光了阳康了什么
可以。这牛排这么做啊？啊？什么有什么？老年 disco。蛮不错的。有点太安静了。这样还安静。嗯。哎，这应该是慢慢的。哎，真的不错，20块钱。嗯，这个表演没有带盖。我想听听你的，你的是啥？你打开看看，里面其实是日历了。哦，是日历，有个天然周边。怎么打开？哦，这是啥？嗯，我天然的周边。大明星，我这个是我的朋友。吓死你了！给哦，漂亮吗？真的有一种大明星的感觉。嗯，咱别的不说，周边做的挺好，真不错啊，同志们，真不错，大明星。小慧在帮我。再帮我给大家看我的周边。哎呀，这是日历啊，这是日历哦。嗯，羡慕了。送你一份陈建南的签名怎么样？加上这个，上面签我的名字。那我能卖掉吗？我能卖给你的粉丝吗？让他们愿意买的话也是行的。那怎么可能不愿意买呢？这么好看。那可以，那可以。看你今天请我吃特别高档的素牛肉和素牛排和这个非常难买的。奶酪棒，什么不愿意？如果胡小慧真的要卖这个东西，你们必须买。这个是真不错，一下子把我惊艳到了。虽然说这个开头就把我惊艳到吧，但是这张就是尤其喜欢哟。反面没有想到吧？哎，不错不错不错，没有想到吧？最近喜欢蓝色啊，这个蓝色就是。我最近也很喜欢蓝色，你倒不必就是说拿着我的这个蓝色东西说喜欢蓝色，真的是真的是难搞。我喜欢蓝色，又不是喜欢这个中间那个。哎呦！我错了，这次怎么没有拿你的大手接住我的手机？又拿你的大手接住我的手机？这次更突如其来了，没有反应过来。这个还不错，就适合我们聊天，然后就是很安静的。那听听这个吧。一下就安静了，不行，得蓄力，你知道吧？蓄力，应该蓄一下。蓝色，哎呀，还挺难拆，现在只能这么拆了，就是。含笑九泉那个图刚好是蓝色，什么呀？你的表情包吗？不是，我之前跟他们玩游戏，就是你画我猜，然后有个词是含笑九泉，我就画了一个笑脸，画了九个泉水，让他们猜。猜出来了吗？猜出来了，很简单的。我现在画工简直。我这两天看胡小慧在画、画那个什么了。对，是不是觉得？我觉得你跟炫宝，你的画工跟炫宝有的一拼了，现在越来越好了、啊，很不错了。我他是不是价钱也得提高了？对吧？我也是得提高。我一去他们房间，发现他说我在写作业，我说你在写作业。对，今天跟 Kola 他们家里人视频，我就说我写作业呢，阿姨，我在写作业。然后那个阿姨说了句，哎，你看小姑娘都多漂亮啊。然后我就跟那个我就跟冲着那三个阿姨说，阿姨没事儿，我只是今天化妆了，我没化妆，平常跟赵莹一样。平时大家都一样，不打扮的。就大家都一样，就很沧桑。哎呀，是一个粉啥颜色？粉胶、粉色的吗？粉色的，是粉色的吧？我怎么就像黄色？我觉得像黄色的，是黄色的，黄色的吧？黄色的吧？也有可能看不出来，因为这个红光照的人看不清楚。什么颜色？黄色，黄色。
现在看是黄色，一会儿看不是黄色了，说不定是还是挺黄的，还是挺黄的。我们听 A 面哈，谢谢呼呼的蹦迪，下次再跟你们玩你画我猜。我也要玩。你也要玩。我也要玩。现在玩也不是不行。来了，要玩，但是太麻烦，那得需要笔，你知道吧？可以，我去你房间拿。行，来，把你那个歌关了，关了。那听我的，听我的黄椒。哎，哦，可以了。你知道在哪儿吗？微波炉上。我知道。随便拿几只，然后拿个纸啊。玩一会儿，确实玩一会儿就下播了。哎，我知道了，摆在这儿。我知道，要在这展示啊，大家看看啊，陈亚楠的这个周边真是不错呀，非常美丽呀，太帅了。看这个，哦，很可爱呀，这是谁呀？要是不可爱的话，我就给你一枪，听到了吗？谢谢提提宝的蹦迪，谢谢提提宝。你们猜不出来，可以。灯光虽然是红的，但是这跟画不就是我画也可以没有颜色，你知道吗？看，怎么这样子的？谢谢提提宝。可是我们在酒吧玩，你问我猜吗？那玩啥呢？我总不能玩数三十吧？数三十？对呀、啊，我不要跟你玩数三十。你会吗？我不会玩数三十的。哎呀，谁不知道呢？就没跟没玩过似的。就这样玩吧。哎呦，可以，就拿这个当板子。Very good。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有词儿，然后呢就我闭着眼睛，然后我就选让他就是让这个人来猜，如果这个人呢就是他是没猜出来的话，他的惩罚就是送我礼物，你知道吧？大家看到了吗？但我也有惩罚的，如果他猜出来的话，他就可以就是指定我干一件事，当然不能是什么抠鼻子啊这种事情啊。你给大家提供了思路呢，确实不行。对，这种不行啊，倒立洗头这种也不可以，好吧？倒立洗头？对，倒立洗头咱也不行啊。我先给你演示一个啊，啊，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愿意被我抽中的人，就让他赶快跑，就是不要发弹幕，因为他要发弹幕就很容易被我点中。拨别人刘海儿，这得问那人同不同意。对，这得问那人同不同意。好，来了啊，先来个简单的，当然不能让你们太猜得中啊。哇，这个太简单了，这个要是这个人猜中了，我觉得他就得给我点奖。好，来了啊，画得非常的快，闭眼睛啊，现在我闭眼睛数五个数，那些就是他画的什么，不要是个就是不想被我选中人快跑啊，五四三二一，哎呀指哪儿去了，哎别跑、啊、回来，是这个吗？是这个上面这个下面这个对 EMOHA。你啊，然后我现在给他演示，但不能演示太久。不知道画的是啥。我还先喝酒。广告位招租，你还好，我来了啊！如果我猜对了怎么办？你猜对了，那你同样的一样的，但是我刚没点到你，你知道吗？什么东西啊？好，来了啊！五四三二一，其他人不许说啊！谁要是说出了正确答案，他就得一样的惩罚，你知道吧？我这个叫臭味相投，这猜不出来。
怎么是？我刚刚说完就有人犯规。犯规什么？犯规的人，我记住。对，是你是你，你看到弹幕了？对呀、啊，刚发弹幕的人，给我现在马上替他受惩罚，好吧？哎，学习。刚刚那几个，我现在给你截下来，你要是不诚实。别以为我没有看到，还有什么紧箍啊什么什么的，别以为我没看到啊。谢 EMOHA 的黄管线，你谢谢你，你看人家都没有，人家都没有来得及猜。谢谢三日的荧光，谢谢三日。有人想玩吗？你来一局嘛，对吧？也不一定非得就是那什么，我跟你说，咱就是随便玩一局。刚刚已经有好几个人，我刚刚看到你，我话太好了。你现在你已经违背了我的规则，我已经记住你了啊。这个记住可不是玩啥呢，就是玩你画我猜呢。下次再被我发现了，我就把你踢出去。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看不明白。我也想。你要不要来一局？我也想当骗子。你也想当？这哪是骗子呀？我可是这画的这么简单，这都猜不出来。我现在就翻上去。我跟你说，我现在我等我看回放的，我就给你们那什么，就是记住了，下次不要来我直播间了。要么你就不能玩这个游戏，要么我下次就逮住你点你，你知道吗？他已经急眼了，咱不要惹他，听他的，听他的。翻转一下可以猜出来哦，你说的对。啊，要翻转吗？就是不翻转也可以，不翻转也可以啊。这不翻转，翻不翻转都一样啊。那个，你刚才他猜对了吗？已经，那没来及猜，但是弹幕都猜出来了。不一石二鸟吗？对呀，这么简单。这哪是石头？当然不能。哎，你难道要你难道要这样子吗？就是你这样子，你画只猫干嘛？对呀、啊，你总不能这样子让他们猜这是猫吧？这也太简单了，对不对？啊、有点难度。对呀、啊，你还是要设置一些难度的，好吧？嗯，好。确实懂了吗？你说我懂了，小陈同学，我在学习，我在学习。小陈同学在学习。我今天跟小慧学，我明天去看看韩江了，我后天再看看刘璐贤，我大后天看看张小莹。不不不，你不笨哈，你不笨。咱们确实在这个地方玩这种你画我猜，有点那个啊。你再玩两局，你得跟我玩了。行，哎，不是你来，我给你画一个。我对我们得有惩罚，我们俩玩这个游戏，我们俩如果我猜对了，你猜对了，你我猜对了，我们俩拍一个抖音。如果你猜对了，你可以说一个你的。我的。等我化完妆了，对。等我化完妆了再拍，怎么着？可以吧？可以，等你化完妆再拍。这是你的条件是吧？对，这是我的条件。如果你赢了是吧？那你先画一个，让我画一个。行。真的很简单，你拍抖音对吧？对吧？我给你来一个啊，就是，我想。拍水蛇舞什么？哎呀，那差不多吧，不要轻易成定。哎呀，好难哟。哎呀，好难呀！这个太难了，我觉得你可能猜不出来，你肯定猜不出来。来吧，我觉得，你可以让这样吧，你可以求助你的粉丝。我告诉你什么，哪里到哪里是、啊？
这些事，只有画框框的事。哎呀，我不会画了。这个词叫做，这个词叫，我几次机会啊？两次吧，因为这个有点难，我没画好。没画好。四个字。这个叫鸡尖说 no。你看、啊，这里有个鸡，这有个尖儿，鸡尖说 no。鸡就是得尖，鸡尖说 no。这鸡说 no， 鸡说 no。不，你不能想，你不能就是你不能就想这个鸡，你知道吧？跟这个鸡其实也没太大关系，没太大关系。你画，但是你可以就是。为什么就一个尖尖呢？这不是尖尖，这不是尖尖，那你画的是什么？这画他画了个剑吗？知道吗？这个东西我单独给你画，我只是突然忘了这个东西怎么画了，好吧？哦，嗯，懂吗？击剑第一，他写的不是 no， 是 number one， 一个鸡尖儿，这个叫棒棒鸡五谷凤爪，这个是。他兄弟的凤爪，凝气了骨头。嗯，懂吗？这我不得给你，没画一个，要不然你别看，我知道这叫不知道。看，这个总能看出来是什么了吧？我知道了、你画的是膝盖鸡叶子。有人猜对了，我啊，有人猜对了，你画的就是一毛不拔。对，一毛，这是毛。这个是毛，我他说 no， 这个是毛啊，这个是毛，羽毛也算毛呀。这次不知道还有是叶子呢。哎呀，鸡尖说 no， 鸡尖说。啊，到我了，这个失败了，什么到我了？嗯，给我看一个题。看你自己想，你这样子，你自己查，可以玩两句。我下次画个简单的。刚刚小苍蝇猜对了，他是第一个猜对的，被我看到了。谢谢西梅的奶茶。啊，你不是第一个，那就是你看到了别人的答案吗？然后你觉得他说的对，是吗？写林芝的话。就这个吧。哎，你还给我看啥？哦，没看，我给你手机。十点多，嗯。不是你跟不上我的脑子，就是你不能画得太形象，你就是这得有点想象力。谢谢江吉念。纸巾啊，不是啊，不知道是不是你，我都没看到了。我也感觉光红了，咋用火怎么画呀？你看难了吧？应该是这样，我今天就已经化个妆，化了那美一个，也是真的困难。他是这么画的吗？美，我已经画的，是吗？不会觉得太素了。
确实这光蛮不错的，有一种。我好了，好。画了嘴跟眉毛，当然眉毛是画后边，你看从这儿开始。来猜一下啊，我来了。等会儿。他是四个嘴，挨着看。同志们，我咱也差不多吧，咱也差不多吧，谁也别说谁，好吧？哎，你一个一个看，你先看这俩是什么生物，这是两个生物。怕，骑的是啥呀？这人他架着这个，像兔子又像坏蛋，像鳄鱼头。怕，为什么他说怕呀？他为什么要说怕？你要再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猫啊。这怎么还下雨了？不是，不是下雨。我再画一次，你先猜。我给你们镜面一下，咱必须得一起。这是啥图？你们咱一个一个讲。我会画了，会画了，会，我知道了。这是啥？这是不是一个猫？这是哎，这是胖，这是鳄鱼头，兔子耳朵，鳄鱼头，再加上这个。这是什么驴身子？上面有个人。什么骑驴找马呀？怎么可能骑驴找马呀？马也不至于画成这样吧？马你不至于，哎呀，不至于画成这样吧？马。他还说怕，他怕也不可能这个怕吧？怕。啊，我画了，我画了，我改修改一点。下一个东西，不是有两张图有很大区别，我已经给你改了很大的物种了，你再看一遍，真的有很，我看出来是牛，这牛我看出来了，总算看出来了牛啊。看，其实看，其实差不多，只是犄角没画，但是其实是牛肉。别看太多了，我给他们看一下，就是牛啊，看得出来吧？只是犄角没有画好而已。你跟我水平，你还跟说我？哎，对，他还跟说，他每个词是有顺序的，他有顺序，我是按顺序给你画的。那鳄鱼头是啥？那鳄鱼头，你看我的画风有长进。还不如第一次的是当牛做马吗？怎么有人说当牛做马？这完全不像当牛做马。我前面都有细节的，这个变成了这个鳄鱼头，兔子耳朵变成了，这是啥呀？鳄鱼头，猫猫耳朵，这很难猜吗？它是有顺序的，你看。哎，我先拿这样来给大家举个例吧啊，主要上面这样四个字，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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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看啊，这也是个东西啊，对啊，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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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嗯，是啥呢？疯牛，差不多了，疯牛什么呀？四个字，啊！有人说，吹牛拍马，没错，是吹牛拍马。这明明是骑马，你还有个绳儿？不是，因为我怕画的是马呀，画的不像马，我给你弄个骑，一个人小人在这里，就有一种在骑马的感觉。直播刚开始画，我第一次知道奶牛，你看我画了个奶牛，
奶牛。哎，我现在要证明我自己，我是赶快想一下，马嘴长这样吧，马这个吹牛，啪拍马。因为只有马会被骑啊。哼，真不行，这马这个脑。你画一个马，你看他画的，他画的马。他画的马画了一个臭鞋子，他画了一个臭鞋子，画绿裤裆，绿裤裆。我这是突然想不起来马长啥样了。对啊，是不是像你看？那我就是因为我画的不像马画，我给你画了个人，你还拿牵了个绳儿。哎呀，好难呀，真是的。我们打平了，好吧？打平了，再来一次。把我手机给我，这次要是简单的，你要认真一点画行吗？好，我你能不能认真一点？我很认真的，我也很认真。我现在重新给你找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嗯，发现。嗯，给你找个简单点啊。简单点要简单一点。很简单，很简单。但是你知道吗？画画能看出一个人的，就是一个人的，性格，你看我把画画这么大，说明我是一个胆大有心胸宽阔的人。那我看看你知道为什么画小吗？我舍不得纸，你一个画你就用一张纸，多浪费呀，是吧？不是，我是就是这是有一种就是灵感一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画多大，你知道吧？心都痛了，你知道吧？我心都痛了。就几张纸啊，这一张这边啊，我要听 B 面了啊。嗯啊，这个你很熟悉，我很熟悉，不是，就是大家都应该挺熟悉的啊。我来了，不错，这次我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啊。对，哎，重新来一下吧。我倒要看看他能画成什么样子。我那个吹牛拍马真的画得很不错了，你以为他画的那个鸡尖说 no 就很鸡尖说 no。 哎呀，但是有点想不起来长什么样了，算了，没事，我相信你一定能猜出来，这你还猜不出来。哎呀，你一定能猜出来，你要猜不出来我再给你画一个好吧。猜不出来算我的失误。我来，快点，我看看，先给大家看呀，是不是简单的很？我戴上眼镜看，我要看清楚一点。你们先别说啊，我先把你们往这边来。这个属于你的作品当中吗？这是我不要了，画错。我以为这是他的灵魂。我们先看一下这幅画，这幅画是一个犯人啊，然后他捅了一个羊的鼻孔。这是羊的，它犄角是不是有点长了？还是说它其实不是羊？等会儿你们，我怎么觉得它有点像大象？盲人摸象。嗯，对了，对，我就是盲人摸象。这个是小，这是大象。啊，没想到。哎，这个明显是一个小人抠人鼻孔，你看。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先画的鼻子，结果我再一画头，发现完了，鼻子安错地儿了，但没办法了。我心想说，这很简单的，好吧，对吧？那我来一个吧。很心想啊，摸鼻孔没有鼻孔，鼻子在上边的。来一个题，你这画的蛮不错的，对，你可以选简单一点的，你知道吧？不行，再播一会儿得那什么了。去了，马上了，我们玩最后一个。
会儿和你们再玩一块儿。核酸24小时的，关不上了。没事，我不着急选的。怪感人的，为什么感人？No, Billy, I haven't done that dance since my wife died. 不是因为我画的画吧？你们觉得太漂亮了，感动了。We need to learn how to do the scar. Don't ask questions. You don't want to know. 被我的大象感动。19号吧，19号吧，19号换成，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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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换成
你别猜一下啊！你说好吧，咱们啊，这很好猜，跟你讲。等会儿，你们先别说啊，我先不看。哎，怎么看不清楚啊？这人他嗝屁了，哦，他嗝屁了。嗝屁了之后，这是哪一个盆儿？这中间是什么东西呢？不是那骨灰吧？嗝屁！那手里拿的什么东西？一朵花？这什么？这是拿的啥？钱？是不是钱？元宝吧？你是不是放元宝？人为财死。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我脑洞大，不是，我以为这是朵花，这竟然是个元宝。他是个，这是这个人，这是死的现场，这是个小元宝，这个元宝你可能看不清的，放大会画了个大元宝。元，那你这是多此一举，你还这样子箭头？我这样，我的箭头都进碗里了。画个小，就怕你看不清，我放大给你看，这是个什么东西？看，你看多好猜，你看这人死了，手里握着这个元宝，然后这个元宝看不清它是个什么，就放大，它大元宝像是个盆儿，人为盆，人为盆死，可以。画什么呀？我就想说，我能猜出来。我们俩只能说，就是说画画都非常的优秀，所以我们俩都能猜出来，知道吧？但是我实在是没有猜出来那个鸡尖说 no， 给你粉丝来吧。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找个空了。啥子？鸡尖说 no。准备好了。Billy。不行，这太难了，给你们想个简单的。有一个有点意思啊。哎，今天已经吃很多了，今天又吃了素牛排，我刚刚又吃了奶酪棒，可能猜不出来，但是很有意思。我来了，好，先画完再来啊。等一下。还不错，这咋我画出来跟人家长得不一样了？咋了啊？我跟你说，我画画一直画的不错的。我听说他们最近在开展这个画画业务。
我画的非常好的，跟你讲，我可以给你们迅速画一个星之卡比，但我这没有，我下次去让朋友画一个。好，来了啊，画可好了。啊，对，闭眼睛，闭眼睛了啊，快跑，快跑，十五个，十五，四，三，二，你帮我看，我点的是啥？一，哎。三日是不是？是三日，我看到的是三日。心里一个咯噔，这么怕呢？那行，那换一个人，让你不跑是吧？是要换人吗？嗯。来吧，你是不是害怕我画的画？但是这个真的很好猜的，哎，很简单吧，四个字，其他人不一说啊，其他人说我现在就开始截图了啊，我现在就是我看到了我就把你截图了，谢谢一个菜送的一眼，在等着知道谁敢讲，我已经截下来了，你们看到我脸上闪光了吗？什么？那你猜对了，那没姐不是你说的，万一你说的是错的呢？嗯，快快快快回答，你不可以等大家都说完了再回答，这样的话就不可以。听歌，沉鱼落雁，沉鱼落雁，沉鱼落雁不是我分享。这样吧，我们让奶奶来一下，是什么？你能猜到吗？鸟语花香。哎呀，你看他都猜到了，这鸟语花香。这么简单的题，惩罚，惩罚，快点，惩罚你，因为是我猜出来的，惩罚。谢谢三日的毅力，谢谢三日，谢谢三日，我也笑死了。明天再拆吧。什么叫都？干什么什么什么都？什么什么都？连我都猜出来了。我连鸡尖儿，鸡尖儿都猜出来了。啊，再来一次，还来呀？你要是这么想来，你直接就你来吧，怎么样？谁想来谁举一下手，你别让我。你说你又想来，我又止不住你，你又让我再来。橘子是吧？橘，哎，我第一个看到的是橘子啊，太多了。谢谢 SPLIT 送的权杖。那是闭着眼睛来。可是我们没有玩游戏呢，我以为就一个两个的。那我们也玩。那算了。我可不太行。你。怎么玩？下一次，哎，你知道吗？我今天还跟 我今天跟他说那个酒馆那个，说那个，我以为酒馆是就是那个活动的名字，然后才知道哦，原来是。扣娜的名字叫酒馆，他说让我自己取一个。对啊，我今天跟黄晓辉说，我说你就是直播时候可以玩一个那个啊，就是那种收集粉丝的一些故事，我们可以一起聊天啊，都是匿名的，反正。然后张莹那个不叫什么小酒馆嘛，然后我就说大家可以搞小酒馆类型啊，都是情感问题，只不过情感问题可能都是，都是。然后那个，当时胡晓辉就说酒馆，那我要叫什么什么酒馆？我说酒馆是张笑云的名字，你起一个自己的名字。他说以为这种类型的都叫酒馆。他们说 Kona 叫抠了吧唧小酒馆。
你要起什么？那我就叫做，啊，叫什么？抠了吧唧小骨骼。你不能当酒馆，酒馆不够你吃饱的，你得把酒保都给吃了。我觉得你可能叫饭馆或者是饭馆这种吧。哇，这个有点难，啊。包子铺，这个有点难。你画了个什么？你看不出来啦？那个脚臭的感觉。你不要误导，好吧？好，啊，我来了，闭眼睛来了，五。快跑，四三二一，小猪同学，小猪同学，小猪同学啊，这个有点难，我刚画完感觉有点那个，我给你们，我静下一下哈，你们能看出来这是啥吗？哎哎哎哎，这是什么吗？他这是六指琴魔。等会儿，这明明是五个指，这是我不小心画错了。一个六指琴魔，这画错了，我也想不改了。你这是五指山压猴。为什么这？对，啊。比较诚实啊，咱们就是不是，如果你没有猜出来的话，那就明天要排练，明天下午不能看别人的正确答案，嗯，要自己想。有小猪同学有没有说出来？刚刚有人说了正确答案，但是你们老是这样子，是那个吗？那个什么？那个，哎呀，是吗？看什么？就是那个，你直接说吧，你直接说吧。只手遮天。啊，不是啊，你说什么？只手遮天，差不多，嗯，基本是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把第一个字儿管那个改一下，第一个字儿改一下，五指遮天，那呀，行，如来佛掌，第一个字儿改一下，一手遮天，哦，五指遮天，五指遮天。这也行，五指指，大手遮天的，你的大手，你的大手，谢谢小猪同学的眼底，谢谢小猪同学，我笑他了，不会大家这么喜欢玩这个游戏，那我以后多玩一玩吧，今天不能玩了啊，咱们快去吧，今天我得出去了啊，赶紧做核酸了，快去吧，快去吧。我这个画工越来越精进了，那个咱们就是，你别忘了叫代驾。OK， 会叫代驾的。哎，行了，今天咱们这个聚会就到此了啊！你记得早点回去啊，我不回去，我就睡这儿。你就睡这儿，对，我就睡这儿。也不是不行，明天早上我给你打电话，明天给我点一份早餐，行吧？因为你不点的话，我可能会吐，啊，我胃也不太好。可以。走了，回家了。东西拿，你东西。这个，啊，你个纸，你个纸。OK。扣了八松。我把你这幅名画收起来，回来问他们，这能不能猜出来？你妈到底？肯定能猜出来。我走了。拜拜，不送了。好。他很认真的听歌，这是一个兄党，这是一个抹胸，就很认真在听歌，因为真的很好听，然后下次再跟大家一起听歌吧，然后我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对，你们也要早休息哟。胡小慧走了，为什么不把手机拿走？晚安。
结束了。我就先说拜拜了，更好办，拜拜。